刚刚你早就怀疑小春是我的囡仔，你为什么要阻挡我小心，才做出这款代志？你卖有朋友，这种代志哪会当我未讲啊？慧文，若是早就想要将我的囡仔提掉，伊就无必要这么关心要见我了。之前慧文也讲过，慧文是因为我的囡仔，才这么着急要结婚。那你慧文就无可能在结婚了后，搁将囡仔提掉啊？小春真有可能是子俊的亲生查埔囝，到时阵若是证明这是真实的，子俊甲李慧文感情都更加扯袂断啊！我真正是上无，你是平的养爸，啊，不过你对伊的关心，煞不如我这个做阿姨。你敢知影？只有伊去甲小春求婚啊！假使讲，因两个人真正结婚，平安唔但失去自由，伊嘛失去自我。我也安尼做，嘛是为平安设想。其实这一切，都是平安家己的命，都是讲咱罗尼亚希望，伊一家伙啊，会当破镜容易，因为自由对平安感情，早就应过。你应该做，是苦更平的，光阴逝逝，唔通继续活在过去的日子啊！都成家，你已经无爱，我阁有我，活在过去的日子，心，因为因我家爱做的，唔但平安失去自由，甲自我，我嘛失去你。李慧文跟叶小春，害阮两个查某失去生命中上重要两个查某人，所以我才会这么怨恨伊。英妹，你哪会变到这么无理取闹，这么冷血无情？这更是我所熟悉的你啊！还是我真正已经无法度继续跟你待做伙了。我决定要搬出去。子俊，子俊，我一点仔拢无变，是你变啊！你才是患病无情、转情转意的人。就都个案，我有代志要跟你参详。你找我？慧文，跟我走，跟我来去美国，我一定好好珍惜你。袂阁让你受到任何委屈。你是咧起什么笑？我无起笑，我即摆头壳最清楚。我叫你讲，你过来照应我。我原本不怕死，要渐渐离开你的生活，卖阁去搅扰你。因为经过一摆拆除抗争的代志了后，我才知影，你根本是勉强在过日子嘛。赵子俊，你是要白讲啥？什么要勉强在过日子？你也不是我，你凭什么评论我的生活？你到今麦阁要替你迄个无用的红色讲话啊！你今日若想来，我绝对好好教示。我本来是要找伊跟我做伙来，伊就是因为你要成就的大事要咧操烦，伊更是要酒店店内底，这个店是阮一家人成家瓦壳的所在。我实在足烦恼，一来无注意，怪手就会开入来。若是安尼，我所有的一切
就会学又去，安怎起来？为什么替恁这个家付出足济？事实上，这根本就是表现出伊的无能跟人情。我不准恁安尼讲过去，我是倒一句你讲唔对。我知影这件事对恁的意义无同款，那无恁也甘愿摕家己的性命去甲怪手柄？ 我嘛知影，你的心内底确实，这种甘愿顶头回死的日子，你嘛甘愿甲伊付上苦水。我是真正足心酸，敢出一支嘴，你都甘愿安尼陪伊吃苦，陪伊穷法。要不你的先生也真正有真相，伊才家己想办法去处理牛马面头，不是爱你安尼陪伊做伙徛出来，放伫怪手面头前。 应该将你的性命安全放你上头前，才来考虑一件代志。伊哦，根本就是无当兵的。陈秋娇阿婶，你讲安尼家性命，我是真正替你感到足唔值。你知影，我无法度怪你，因为你唔捌家己要婚姻，你唔知影婚姻的意义。当初时，伫我决定要嫁予伊的时阵。 那个表示，我要甲伊做伙拍拼。不管是好日子，还是歹日子，阮都要做伙过。你甲伊结婚了，你敢有过过好日子？当然有。你也别出韩静静，阮的日子真平静，也真幸福、快乐。 我唔是一个喜欢的人，那么我想，这么多年过去啊，咱两个人对人生的看法，应该是有真大的无同啊。所以你感受袂到阮的快乐，你嘛感受袂到阮的辛苦。你用你的想法来看待别人，你总共在关心别人。 其实你在迫害别人的生活，我不准你安尼讲我。你明明就知影，我现在这么要紧，你嘛明明知影，我是就唔甘你受苦，我才会这么受气。啊，你明明就知影，我知影我已经有家庭啊，你嘛有你的感情的归宿，你拢已经有一个。 在生活甲事业上支持你的女朋友，你阁有啥物无满足的？我甲伊已经分手，你的感情生活甲我无关系。我即马干那想要守护我的婚姻，我的家庭甲我的囡仔。你若是对我做，你就无需要这么费心啊！我一定会用我的性命，全心全意来保护你，也够。 等你囡仔，你到底是咧讲啥？你够亲嘛？你又唔肯甲我讲老实话？我听到你咧讲啥？敢真正听无？ 你敢是小春，敢不是你家己也更清醒？当然是啊，赵子胥，我感觉你已经开始失控了。你为着要挽回我，你开始在黑白讲话啊！煞煞去，我不爱跟你勾勾缠啊！我即马就倒来去，叫阮阿水婆走，让你会当顺利。
开发你的土地，咱也得无关联啊！乡村的一公里小村，你要丢弃袂走，伊是你的心。我想都要心虚，小村是跟你起，没跟你个无关系。你讲袂出，我有个决定，小村就是我的查某囝。我用小村的身份倒转去，你巴肚内底有小村的时阵，咱两个吧。 过地高，小春是早产儿，我结婚无外久我就随有啊。你唔通伫遮我白讲，真若互人听到，我要安怎做人？安尼，咱两囡仔，伊老母无去啊，我阁留伊要从啥？我唔信，因为你善良。 因为你唔敢，所以你绝对无可能去伤害一个无辜的性命。我再讲，既然囡仔已经提掉，你哪着计划去见去？但是也见去，都是因为伊孝顺你这句话，就算讲是变老爸，你嘛甲我接受。敢讲爱我，讲讲等你。 但你这个早起咪讲，我留一句话，害我一生无未来的查某人心。那是误会，我唔是已经向你解释清楚，所以我就想要弥补你，我就想要弥补咱的查某囝，我免你弥补。当初时，你若是有这个勇气违抗你的父母。 你若是会当坚持，不管你的父母安怎反对，都要跟我结婚。今仔哪有这个误会？拢有三十年啊！你是要弥补什么？咱的囡仔已经无啊，已经死啊，所有代志拢无啊，已经无法度搁重来啊！你莫过来，我拜托你。 莫阁出现伫我的生活内底啊，好无？我知我对不起你，让你误会我对你的真心，让你怨我，怨我到这尼济，也不过你嘛无应该用这尼残忍的方式来报复我，天气拢唔天气，就连我的囡仔你嘛照残咯，敢问讲一声？ 你妈唔肯给我改孝心，你还要讲几届？小春是坚强妹，是坚强妹，是坚强妹。是坚强陪在我的身躯边，看伊出事，将伊抱在心，将伊抱在手内底，疼伊心的查某囝。我唔相信。 我就了解，我就清楚得多，你对我的爱有偌深，都是因为爱个这样子，所以你对我的怨恨，才会这样子。你绝对无可能跟我分手了后就随嫁别人，搁替伊成因啊！这不是这样定情，这样掉地的理会会做出来的。你莫搁再讲啊！ 现在的家庭真幸福，假使若是有人要来迫害这个幸福，我绝对会拼命跟伊拼。我这是你妈同款。 莫搁再来找我，莫让我另外对你最后的一点仔情分浪费掉去。鬼门。
虽然讲哦，厝头家和警察请去说明啊，啊，不过为了要防止遐恐怖现象哦来内乱啦，我决定啊，今仔又要留遮告密啦。谁敢听咱的店哦，都先乌巴我的底巴底啦。爸，今晚二姐去大病，麦头壳已经冒在烧啊，你麦可有袂乱啊啦？是啊，爸，我想建商应该唔敢过来乱。后头唔敢，会惊就袂来做建商啊啦。啊，万一咱店若无人，店长拆要安怎？家家吼，因是叫法官给因判什么毁损罪啦，因无咧惊啦。啊，无咱无共啊咧，咱阿等装潢吼，头壳莫烧啦，遐久的时间等于判死刑啦。我吼啥拢无啦，剩一条命甲因拼啦。我唔信讲因敢安怎？本来咱若是有细厝的客户，咱就会当拖一段时间，拖到客户时间到，咱甲厝头家细厝细遮尔啊侪年啊。哪会想会到即卖有这种变化？过两年前，大家就是照拼照行，无咧签正式的契约啊。啊无，啊即卖想要拖时间拢无法度啊。大姐就是惊阿妈知影这件代志，啊个二姐的代志了后会袂堪哩，所以唔只叫阿姨带阿妈去南部行行的。啊，不过阿姨上济嘛是会当拖三五工尔。到时阵，咱的问题也是无法度解决啦。啊，这拢小可代志啊。即马上要紧是将咱的店务顾好啦。对啦，啊，你下头叫赵子俊讲你安怎啦？是安怎？莫去找伊讲啊？你跟我识识？啊，得看今仔日伊替咱出面以后。咱等看卖，敢有啥物变化？结果咧，阿姨就讲会尽量斗三工。不过我看，咱也是爱靠家己啦。啊，因为即马是红先生的小妈咧负责处理的啊。好啦好啦，啊，我恁拢先等啦。对啦，啊，你落来搁等伊甲小春斗个小安保咧。啊，恁两姊妹啊。有闲哦，较常去看恁二姐，甲安慰一下，叫莫乌白想。上重要是问威廉啦，伊到底想要安怎啦？真正足水足圆的呢，有一种幸福的感觉。讲安怎，我拢希望会当甲你手牵手，做伙过一世人，永永远远做一对幸福快乐的阿母。这是啥？叶小秋，你若是愿意嫁给张顺凯。那呢，伊得把手指挂起伊的手的无名指上。啊，我得专工拣这个好日子吼，啊，过来要甲恁提亲。哎，大姐，你咧要讲 yes 进前，我爱郑凯哥哥证明伊的决心。去甲家私传传。啊，这道料理叫做同甘共苦精力汤，你若是一嘴啉落去，你就有资格炒恁三千。郑凯，唔敢啉嘛，好。来。我哩。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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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天一亮，您就在我身旁。这样的日子，谁肯把手放？天那暗，有你三顿胖。Oh,